稍等啊，我现在拍一下这个距离。你说打瓶盖？好了，可以了，你打瓶盖吧。实现你的物件，你说你把那个打哪个？打瓶盖，你把那个物件先别动，我把这个动作给你拉近点。啊，好了，打吧。开始哦。开始。先打瓶子。行。有没到？有没到？先打哪个？打瓶盖啊，主要看你物件的动作呢。我这距离拉一下子，你好了，你这拍中了，来一个结束语。再拉一下，你看一下侧面。OK。